冷知识，我来之前查了一下啊，很多人把滑冰场称作牛奶刨冰，为什么呢？因为牛奶冰块要比普通冰块柔软许多，可以降低哈刃对冰面的磨损啊。但是现在有很多高科技可以替代这项技术，比如说我国首次使用的大规模使用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啊，就非常的厉害。